何长官。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队长，你军装呢？作为一名军人，你为什么不穿军装？队长，我不想当兵了。像特战旅退出现役的官兵都有许多许多，你有什么特殊的啊？作为一个旅长，我完全不需要这么做，但是我以后怎么面对你父亲，怎么面对他的这些战友啊？我告诉他们说，他们的儿子因为承受不起战友的牺牲，承受不起自己爱人的牺牲，就闹着转业。大道理不需要我跟你讲，你自己都清楚。你愿意不愿意穿这身军装，对我来说也并不重要。把你自己，对你自己来说，你该知道这个分量。你现在就告诉他们，说你不想干了，说呀。旅长，我不是你旅长，你不要跟我说。有话跟他们说。爸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参谋长同志，红旗报特别行动组集合完毕，阴道七人，食道六人，缺一人，报告完毕，签证师。瑞，站。报，人没来，枪到。
近以后再跟大家通报情况。大军，是，通报快。游船在首航当中啊，由于导航仪的故障驶进了公海，被海盗袭击了，许多船员已经身亡了，32名游客失踪，据悉啊已经被海盗劫持。这游船呢在海洋上漂流的时候啊，被海军的救援队员发现了，他们在登船的时候触动了地雷，有伤亡。现在游船呢已经失去了动力，正在被拖曳回港。我不多说，你们也应该明白，这次的任务啊是很艰难的。通过对海盗的行动的方式可以判断出他们装备精良，而且啊具有战术头脑。目前新的情况正在汇总当中，我们32名人质在海盗手上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质营救行动，因为。